小叮当。你这样表演的模式叫做推别人的马屁。来，这位小姐，请你任选两个数字。那我帮你看。让我帮你看。好 ，OK。两个数字吗？好。好，给他们看就好了，帮他们猜。好，再乘以任三位数。三位数。好，再帮我按乘，再帮我乘任四位数。四位数。对。那 OK 吗？好，再帮我按。好。这样我说是吗？就他的问题。你按，再帮我按这个乘。再帮我按一个乘。好，再帮我乘以任五位数。五位数。天，你真是考我。好吗？好，再往乘任四位数。对啊。好吗？好，那再往乘任三位数。任三位数。今天的马子，我马特别香。特别好 ，OK 吗？好。按乘，然后乘任三位数。任三位数，好。乘哦，任二位数。二位数，天哪！好，那你觉得你刚才认那么多的数字里面，是不是很有可能明天再叫你乘一次，你早就忘记这些数字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昨天再叫你乘一次，你也不会选这些数字，对不对？所以此刻的这个魔术就是专属于此刻的魔术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按等。哎，20200728。此刻这个魔术就是专属我们的魔术。什么？今天是7月18？对啊，20200728，就是专属于我们此刻的魔术。到底？零七二八算什么来的？为什么 ？Magic。按下订阅加小铃铛。敢是小铃铛啊！